业主，因为边需要业主。电池嘛，它是也它是强烈的，不然它会发大错。什么新的拢愈来愈顺。所以软端子连登出来，啊，无你来用我新端子。啊，尊重原厂设计。但是伊旧进前个阁会落，伊即卖即个阁袂落，奇怪。无伊伊，干阿即个红个。哎呀，面顶即个是啥？是啦，系啊，这个叫迄啥，辅助接点啦，哦，外接辅助接点。我想讲起来，迄个本来无，唔是做做，唔是加做好个。伊就是伊个 A B 接点上少啊。哦。你要做那个缓冲器个 A B 接点上少。起码各辅助接点。还有外接啊。我是看到长杆长臂尔，那有个做个。哦，一个辅助接点。大家拢想说，你是去港牌吗？嗯，港牌。你港牌即摆顺潮阁是啥？生肖。你这条已经无生产啦。对啊，我港牌阁是。这条无生产啦，伊原本是。什么黑区的，什么什么黑区，啊，即马是变做什么什么 U 的。正常了，怎么样？十年内难免啦。一点无散啦，按个伊的替代品牌就是这个。是这样，拢无顺着，敢若顺着会得迄两条呢，啊无啥分。不幸中的大幸。对个呗。还唔知烧，今已经唔知烧几工去，所以迄阵臭灰蜡笔已经无啥有啊。你之前有拼过吗？唔是，因为我的水拢冻两工。嗯。所以已经无水，代表已经停，已经差不多一工两工前已经烧去啊，你知意思无？我知。对啊，无哪有可能。到迄天，迄天是已经无水啊。啊，下底开落水，面顶开无水，那迄个时阵，你看，上少就一工两工前就已经烧去啊，较会发到迄落。因为这水头上侪冻两工啊，所以咱两工要倒水，拢要倒锁，要甲锁起。哇！应该是凉去啊。装啥物嘛？锁装起，看他钢板的钢板材安怎用的。那真正拄着一挂吼，够人遮无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种白痴就是很多。那妈的，跟他没关系，他也会来跟你碰。哎，人防君子不防小人。这个不会说，不是说当下就这样就那个，他已经烧爆几天了，那录影带要掉嘛，带要掉，那个心脏，我得掉哦。而且你门搁关，你门一开啊，我就好调啊。我感觉你门也是开，你逐工半个月，我嘛门就来调出来。问题你也毋是，啊你调到你目睭脱汤，你嘛要调无？可以。
有点被熏到。睡觉。敢若闻到，迄是无要紧，迄也无烧去。那不 OK 啊。无闻到，甲会奇怪。伫个正广场。哎，我看伊遐已经边侧面已经烧烫烧烫过啊，伊毋是正面尔，伊边仔已经烧烫过啊。啊，迄工啊皮毛味就是安尼，已经烧毋知几工了。哇，你即条，即条。我有加走，我想要甲你换掉。你讲会改幺八二嘞？系啊。好啊。我感觉，好啊，这边嘛怪怪。先做换掉，无用遐久啊。对，我这算算小可代志嘛，遐开大条的，半天开大条的。再较紧啊。对啊。这种大陆手机真的很贼，它，你买它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它是因为它不是国际版的，它是大陆版的，对，所以说它不让你用 Google 也不让它用，哦对，然后最主要是它的程式哈、哦，都是自己的，不是它的程式 Google 都把它当成是病毒，因为它会盗你的资料。对，所以说他禁止你下载 Google Play 商店跟 Google 的浏览器，所以我昨天一直安装不上去，就奇怪，下载怎么下载到最后，他下载到最贱的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他给你装一个假的 Google Play， 对，啊你有看到真正啊，啊奇怪用都没用你，然后你去城市里面去看，他发现他有两个 Google Play。到外号装好之后，有两个 Google Play， 然后一个是容量很大，一个容量很小，这我才知道他装了一个假的，然后就把那个假的删掉。太难发现了吧？不是啊，他就跟你讲，叫你看他装了那个假的之后，他跟你讲、哦、快速安装中，然后已经加速安装中，然后就叫你说那个，哎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做。快速安装中，然后叫你那个资料，那个加一个说叫你看广告了，那个看广告，我以后来看广告就看广告嘛，看了又没有作用，啊就等下七月半工我，结果我又甲去我安装掉，去网络上先去下载一个，去那个 Google 的，他不是要翻墙，去 Google 的官网去那个，然后下载到 Google。然后全部都安装好之后，把他们的全部都删，把他原来附的一些垃圾程式全部都删掉。我以前装过12G 内存，你那个也是跑那个吧？你那个也是跑那个 Android 的吧？对啊。知道吗？什么是这台机？天机中最高到三天的时候，刚刚的水倒落来，造成什么事吗？也无啥，你这大声啊！这应该是共鸣声吧？这摆就是莫打有无？莫打有伊慢慢啊停。哦，停啊！好停啊！可以慢慢啊停，迄个刹车声啊。对啊，就是水搁倒，水搁倒。拍去甲爬高楼顶，一个摔倒落，水个倒降落落来，一摆，应该是安尼。啊，这条，什么两只？正常。两只寸子，这只安尼有吸吗？有啊，你照落去。OK 啊，吸来。我搞这个等。两只会交。11.5，11.5，安尼佫一个后边近嘞。
即台小阿婆。安尼个资料偏轻，十点九，差不多了，11.5跟10.9，差。一点五台是，还是中间相较少。啊，迄条，你了恁娘偌济？12.5嘛，啊，11.6，12.2。我顶下娘我拢下诶。哎呀，那倒还好了，还没有。是无差到介济。对啊，还能接受。好啦，辛苦了。啊！你即马叫欧巴里咧，欧巴里咧爱跳沙，再个有即粒二管充气嘛，欧巴里咧啊，搁过来无咧搞，即粒还搁跳，即粒搁无跳，换搁跳即粒嘛无跳，啊跳到中间关去，啊奇怪，足奇怪。我先给你调一段，两段。三段、四段、四段无保护着，然后跳到源头第五段去，啊嘛还好第五段有冻掉的，第五段较敏感。甲你调啊，只剩下15啦，只剩下14啊，14.5，只15.5，所以拢甲你调嘛。确定。调较敏感的就是话，不要紧，但是慢慢敏感，慢敏感，甲到时候个走就好啦。